我们其实就是跟我们自己的祖先做了一个约定，我们每一年就是要回到山上去跟我们的祖先见面。事实上歌开始的地方就是回到部落，回到土地，歌开始就是从自己的土地长出来。因为孩子想要学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文化接棒，然后交给孩子。吹过岛屿的歌，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一起聆听岛屿上最美丽的故事。